哪里？超屌！老板，我们两位也要排队啊！你以为是谁啊？丢掉手表，丢外套，丢掉背包。欢迎光临。再录两个河粉，李文武先生快递，刘胡很爱钱的。你要干嘛？哥哥，你带我去看五月天的演唱会，好不好？我不理你，五月、六月、七月、八月、九月天都好，不行就是不行。你是五月天的石头。是啊。那个演唱会那个。对。停车。以后不要再打来了。大哥，在不在啊？你是和我跳舞啊？就是他。你好，我要一张五月天的票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相信你都是真心的。哥答应你的事情没忘记吧？你那张演唱会的票留着吗？